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那今天咱们继续 MD 平台的泰格励志传初代啊，打到哪儿了我都忘了。那个进入游戏看看吧啊。先看看咱们的信赖度。2500左右，看看啊，哦，2576。我的钱啊，因为学了艺术吧，没了。那咱们现在只剩下一个筑城，还不行啊。啊，开会之前呢，这段先跳过啊。啊，31号了。哟，突然发现还有加速功能啊！啊，因为这个模拟器呢，不是大叔之前最常用的那个模拟器啊。森可成中了啊，藤校。六角啊。就打吧，是吧？哎呀，心疼你妹！我才不买枪呢啊！农田我不去，那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要去开垦农田啊！啊，穆家田城。啊，那咱们就去吧。哎。看看现在的敌人六角啊，六角家有几个那个有几个城啊？啊，就一个城啊，只有观音寺，观音寺好像还比较难打呢。啊，这不就以后的安土吗？新田开发。采伐，看看八兵卫不行啊，是个废柴。牛松呢？牛松也不行。五平不好，加注五行。熊藏是最棒的啊，但是呢，要留着它。舍藏四无座，无座可以。采整地。八兵卫不考虑他了啊，整地牛松可以，灌溉，灌溉五平的灌，哎呦，让五平去那个采伐好了啊，那不算了，舍藏也是废柴，加注呢？啊，加注可以去灌溉，熊藏。33天交涉一下啊，24天，哇，这个时间很紧啊。2月份好像只到28号吧，这个时间比较紧。这样明天去催他们一下啊。我的天，11天啊，拿出30罐，这是我从我自己腰包里掏钱吧？我看看，本来我有80多罐啊，86罐大概啊。
啊，56贯了，果然啊，这是从我自己的腰包里掏钱。啊，那咱们就只能在这等啊，我觉得，因为该学的已经都学完了，你要在这等吧啊。啊，我加个速啊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哎，不好用啊，那跳过啊。哎，好了，25号了都啊，要过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啊，7万弹还可以啊，这我现在的记录是8万弹，别给弄个5就行啊。啊，21贯金，我还赔了9贯钱啊！哦，这就是城主了。啊，武将，想要谁啊？哦，正胜要给我啊，没有正胜。要谁？这家伙跟我不对付啊！哈哈，要这个。藤校，丽佳，我选丽佳或者藤校，丽佳吧。丽佳他不给我啊，那我要藤校。哎呀，那要谁啊？盛家不可能啊。城正，平手翻秀。哦，美浓三人众。用的一铁吧，你谁也不给啊？信胜呢？信胜估计也不行，孙可成吧？哎，池田可以啊。啊，羽柴秀吉，城主啦啊！走了啊，该去收这个竹中和黑田了。看看我要的这几个人啊，这也是员猛将啊，作战也是员猛将。石田呢还可以吧，正胜啊算是心腹吧。啊，长岛城啊，给我的是长岛城，一是长岛啊。哎呀，这个小趴趴城，我真是醉了。啊，会议，开会了啊，开会了。做内政啊，我得看看这个城现在什么样。然后就是。
先看看这成什么样啊，现在多少米多少粮。哇，这也太那个了，不行啊。2000贯，开会开会。军役能干嘛？攻城谋略。内政呢？改修佣兵录用。恒星啊，你就算了。政商，哎呀，他们仨都不行啊，没有内政的人啊，我先出去收人吧。还行啊，我这个位置离主城很近。先去收朱中。呀，季节都变了啊。这里好像还能收前野长康吧。我再去那个收荒木村重。黑田官兵卫，田野长康，武力八十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哎，是我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不厌其烦的去啊，一定要收到他啊。去拜访长康吧。呀，他认识我啊。好，长康跟我了啊。那半兵卫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一共出门就想收四个人啊。哎，这个月不行了吗？啊，这是三号，四号我再来试试啊。要是这个月不行了就悲剧了，我要下个月才能收他。哎，可以。不干啊，不干。啊，独挡也不行，我先不跟他说这件事，我再进行一次，我就不信了。就我俩的相性非常高啊，应该。不干。啊，先去找黑田吧呢。啊，等回来路过的时候再收他。先去找黑田和荒木村重。黑田官兵卫是在仓库吧？啊，这个观音寺城还是比较难打。城防挺高，估计啊之前要磨叽一阵啊。哎，这是精吗？先去收荒木村重吧。
南木正虎，内政78，口才 A， 战略 B。哎，这里只有南木，没有村重吗？我记错了，我怎么记得当年是收的荒木村重啊？哦，他可以，口才还行啊，以后搞搞外交之类的。这个半兵卫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在这儿，挺远的嘛。哎，不对，是这边。我的筑城啊，就靠你了，关明卫。好。你看，就这个猪中啊，怎么回事？就差他了。这样我回头我就可以去学这个筑城了，把筑城学满。哎，官兵卫出村没影了，什么鬼啊？哎，这家伙想砍我啊！十合一存，三好加的，武力82，魅力呢？啊，魅力60。我如果砍了他，我会掉魅力的。啊，我呢？我武力多少啊？我武力90，你想砍我？开玩笑吧？好了，你开心就好啊。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干一架啊。哎，你别掉队啊，我等你。走。啊，我在这等你。来啊，来，离我办事的地方近一点，这样我砍完你呢。但是不能砍死他，因为砍死他呢会掉这个。好，三好家的人真的啊，这盯上我了，原来是你。来吧，来个前进啊。我一下就摁个空门啊。54。轻点吧，别被人捅死了，我还掉那个魅力。哎，要跑，哈哈哈，滚蛋吧。哼，接着砍，你要跑啊，你要跑是吧？啊，把他砍个半死再放走他。哇，差不多了啊。哈哈，怂货，就和你滚蛋吧啊。
向我家主公报告你做的事，去吧，早晚也要收拾三好家。我看看我的魅力掉没掉啊？没掉啊，还是这些，还是76啊。向他家主公报告，我一会儿就收拾你们家去。所以说这武力差这么多，然后还上来砍我，真是疯了吧？武力90基本上可以堵在三好家的门口随便砍了。今天有什么事啊？我是来收你的哥呀。哦，出山了，这就出山了。为这是为什么？好了，咱们也回城了。那两兵卫终于都是我的了，再加上什么前野长康啦，楠木正虎啊。估计这时候织田已经对我这个城开始下命令了啊，让我半年之内攻下一个城。半年这个时间还是挺宽松的啊，还挺富裕的。我先去学个筑城。哎，果然。哦，攻陷北家啊。学筑城。哎，官兵卫呢？官兵卫在哪儿啊？啊，这货就是吧。哦，回来了，比我回来的还晚。干嘛去了？我还去那个什么鬼啊？开发新田，好吧，你去啊，朱中去，我放心啊。买铁炮，铁炮好少啊，不够啊。这么虎不行啊。哎呀，一去吧。那你去吧。行了啊，会议结束，我的官兵卫跑哪儿去了呢？奇怪啊，北家旁边这个是北家的城吗？是啊，桑宁。他应该还有城啊。啊，这是应该是他主城了。织城，哇，这是个织城啊。兵头啊，对呀，你去哪儿了，官兵卫？奇了怪了！哎，这货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个呢？看看啊，哎，这个是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升职，
哎呀，我想让你们快点升职啊！这回可以学筑城了啊，官兵卫。哎，没学会啊！啊，学会为止啊！什么鬼啊？筑城还能学不会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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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了，攻陷北家领地，攻一个城其实就可以了。就算是完成任务啊。看看势力图吧，信长现在多少城？哇，不少啊！啊，这是武田的城，这个呢，上山的。啊，北家有4个城啊，其实，至少。我这边好像和毛利接壤的话呢，才有可能啊触发这个哇。那咱们还是争取吧，争取看能不能触发这个本能寺。看咱们成什么样了啊？铁炮还没买回来，兵粮有点多。可以让官兵卫去卖一卖。啊，4月1号开会，哈哈，我也1号开会啊。看看城。哎，兵士为什么涨了？资金也涨了啊。开会，开会。嗯，好吧，卖米啊，可以，官兵也去办，我放心啊。然后开发新田，你不行啊，初中去。咱们买点铁炮，基本上就可以出去打了。这个还是个支城啊。我考虑那个策反一下，看可不可以啊？他是城主啊。哎，这就完事了，这就完事了。那这城是咱们的了吧？哎呀，那个信长之下。哎，铁炮买回来了。
多给。猪中嘛，钱当然多给。行了，你给我滚蛋吧。哎，我的兵士真的3500了，铁炮400，铁炮好少啊，资金530，卖点米呢，那现在没什么可那什么的了啊。会议结束吧。那我哪来的这么多兵啊？啊，我可以把这个城打下来。来吧。啊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城，这里如果你选这个，哎，那个城叫什么城？我看看那城叫什么城。这个时候你如果选攻打织田信长的城呢，就是反叛了。对，其叫桑明城。啊，明天才能开会了。这个信长，快点让我当国主吧，这样我的调动力上升啊，就不用这样费劲的搞内政了。把力量集中到一个城啊，这个。主将是我，3200代码，配备零值，啊，这个城离我太近了，真的正在打下来。啊，我没有火枪啊，这个绕到后边去啊，其实作用不大。我什么时候当上国主就好了啊。损失了100人了。1750还有。哎，杀敌10000啊，自损3000。还行啊，还行。现在损失了300多人，对面损失了一半。
2700，损失了400多人啊！哎呀，对面的援军啊，看他这个军团啊，什么规模？本元寺的，4200人。本元寺啊。触发铁炮攻入完成了，我应该迅速提升自己的实力啊！成，哦，钱不少啊，钱不少。这样再去买铁炮吧，派两个人买铁炮。那就两兵卫吧，两兵卫出去买铁炮。好吧，你去。散会。2762。攻了他两个城，现在可不可以去交差啊？哇，281块。看看他主城什么样啊？哎，这是他主城。哇，这个城我要怎么打？好多人啊，9000多人啊。这个是那个大河内城吧，看看看看这个城啊，啊，这个城很弱，这个城无所谓。呀，谁做完任务了？开会，再去买枪啊。不行啊。黑田去，啊，好吧，你去，你爱去你就去吧，反正我估计你也弄不到。改修需要多少钱？啊，那咱们现在终于混上城主当了啊。
那好，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啊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大叔的视频呢，可以订阅大叔的频道，这样每天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大叔更新的消息啊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